怎么那么热啊 ，so hot！ 好了，再次热情掌声献给来自于我们更新的女孩们，辛苦了！好了，来，先照一下，套一下。好了，没事，应该没问题。来，也请我们，哇，你们好贴心哦 ，B-boy， 哇，真的是伙伴来着，这样帮我们呢。 主角们哦，更新的主角们稍微收拾一下他们的道具啊，那么我们的主角们也稍微收拾一下你们的心情啊，不用看道具，不用看道具啊，转头过来是，前面还有几条鞭子啊，记得收一下啊，对，好吧 ，B boy， 哎 ，B boy 应该蛮喜欢鞭子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威猛啊，来。 也是一样啊，在我们产生的是来自于我们更新护专，我们专三的主角们，对吧？应该是护专吧，我没说错吧？好险，对，好了，因为呢，其实我们护专校的学生呢，其实有别于我们高中生，其实专校的学生通常都会比一般的高中任务生在多跳一年的时间呢，啊，等于你们是专三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，但是呢，其实跟这个其他的任务校其实相处起来，也都是算。 算一样啊，都同届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了。OK的，好，也是一样，我们先每个人先自我介绍吧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更新任务的总务明芳。总务明芳哇，多大家一年，感觉像真的好像大姐姐的感觉，讲话好优雅啊。总务明芳哈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更新任务社长玉姬。玉姬。 玉姬啊，哇，好多的团体名字啊！来，大家好，更新任务活动，苏云。苏云，是。我是更新任务副社长们。雅文，大啊，不是听得清楚，来，你是？我是更新任务五言 Ellie。Ellie，哇哦！ 这么洋派的称呼 ，Ellie，Miss Ellie 啊，你是？我是更新副工的依依。依依，依依，依依，为什么讲话跟前面那个混混好像啊？你们同一个系列，七月半的是？哦，好，害羞，好，好，害羞，好了，那也是一样，我们比照前面的啊，又是我们爆料时间啦，是。 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要给旁边这位，虽然你运气好像比较不好，旁边是社长啊。但是呢，哎，即使是社长，不可能是像圣人一样啊，什么缺点都没有啊，好不好？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啦。但如果有时候女孩子比较不方便讲，也没关系，鼓励就好。来，请。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总招很辛苦，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做，然后都忙到很晚，然后都很晚睡觉这样。 这样子哦，好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那有没有什么料要爆一下的呢？没有啊，给你留点情面啊，感觉上你平常会做人啊。来，请下一位社长，来有没有什么话给他一点建议呢？希望你不要一直乱摸人家屁股。哦，这样，这样走着走着这样。这还好吧？ 还好啦，小动作 ，OK OK， 这 OK， 我自己有时候走过去也会
男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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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孩子啊，我叫同性之间那个有时候一个男生的互动中二，哎、欸，然后破一下屁股啊，直接，对，你知道了啊。对对，同性 OK 了啊，但是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哎，要改啊，哎，是是是啊，好了，来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哦，听起来清喉咙啊，蒜头酱啊，大爆料啊，请。我们就进更新三年啦。三年了、欸。每个人都有交过男朋友。就你。旁边这位包会不会都要更新五年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单身当五年是不是、啊？母胎单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哦，母胎当也没有不好啦，其实人家不急啊、哦，但是你这样子，对啊，人家不急，你们急什么啊？是不是？哦，帮他急啊，帮他急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不急哈、哦，好好 ，OK 的，来下一位。嗯，红红，你怎么没有坐第一排看吴品轩？哦，我似乎听出一些端倪来了啊、哦。红红，请坐第一排。红红啊，红红啊。红红在哪里？可以举个手吗？红红，红红，红红在哪里？红啊，阿红啊，红啊，喂，你不要跟你对面叫红啊，红红啊，红红在哪里？红红，红红在哪里？不是啊，大家一直往后看，都已经看到最后的音控室去了，红红不可能在音控室啊。音控，音控是不是？李音控下来。李音控。英红，大把弟弟喽！哎、欸，英红，英红，红红可以下来吗？红红，不是啊，我只要带你坐到第一位去而已啦，我们也要叫你上台啦，红红，红红，这里，这里，你是不是？啊，红红，来，我是台北长大的哈，我带你在台北弟弟弄一下啊，我带你弄到前面去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是。我带你坐到前面嘛，你坐那么后面干嘛、啊？是不是、啊？人家主角都在那聊天呢啊！来来来，红红红红，不用紧张哦，我不会 cue 你上台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不好啊！人家说不定爸妈在呢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红红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？嗯，呢、欸？听我讲话啊！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呢？你表演很棒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要逼人家，不要逼人家啊！表演很棒啊！表演很棒就好，来来来来，这个第一排是不是？来，海景第一排哈、哦，这个感觉上应该没有人。来，这里给你，红红，有没有备受礼遇？你看看啊，红红，哎，来来，我把你带上来了啊。啊啊啊！是我这个从小就是这样使命必达的，你知道了啊。好了，来，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话要给他一点鼓励的？嗯，给他一点建议，来。叫她男朋友来前面，叫她男朋友来前面。晴晴，晴晴，晴晴，粉红色衣服的，粉红色。Q 完一个红红，现在有一个晴晴是吧？来，晴晴。晴雨公关。晴晴啊，晴晴，晴晴的你在哪里？晴晴，晴晴的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海景第一排啊！来，人家又帮你预备好，来，海景第一排。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都这样的哦，可能爸妈有打过照面了，知道你的存在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所以才这么大方的公开了啊、哦！来来来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工作人员都帮你把位置清出来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虽然下一支不是他们，但是这个位置替你们留好啊、哦！对对对啊、哦，是，好了，人家大嫂席，我们前面也帮你留一个这个大哥席啊。好 ，OK。来，就这样啊、哦，请来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哎，这有没有什么建议？跟我们怎样了？你们是不是啊？好，来，要 Q 来 Q 来，快快快快快！谁？杨振宪。怎么弄得好像有奖征答一样？杨振宪就是你，杨振宪哪一位？那个。这个。哦，在录影那个啊，人家就坐第一排，你还想怎样？来，杨振宪，你这边坐，来这边。要讲话，要讲。对。你要对陈玉婷说什么？哦，这里，这边。要讲话，要讲话，讲话。啊？讲话，还给他们。不要了，还给他们讲话了。哦，讲话，好，简单的。来，振宪，鼓励一下吧。就他表演很好，然后这几天也都辛苦他了，每天都忙到很晚。这样。有点心疼哦，这样子啊，哦，如果我是
他爸的话，我听你讲这句话，我心也疼了一下，揪在一起，阿弟起来攻。好，谢谢，是好了，正先坐回去啊，开开玩笑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来自我们更新女孩们的，算是一个小小又大胆的这样的一个告白宣言了。好了，对啊，本来想要 Q 你们讲讲身边的朋友们，结果你们讲到最后都把这些最重要的人都 Q 来了。OK 了，那没关系啊，好，这是属于你们访问时间 ，OK 的，怎样都可以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的更新女孩们，谢谢。